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，又是这最后一局的晋级赛，赢了这把排位表现分就刷满了，国服夏洛特近在咫尺。打到了这么关键的一局，这把我还是有很多小心机的。看对面阵容，除了牛魔都非常脆，而且我们拿到了中路恶心怪西施。如果你被西施拉到破防过，你就知道这玩意有多强了。而且这兄弟还是一个巅峰赛100多名的选手，不愁他不会玩。我就不信这局还能输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局非常的顺风，西施还是恶心啊。这把对面中路是火舞，夏洛特很磕他的，这波直接来中路搞一波一将起手戳，大招击飞奇迹光芒斩，戳一闪啊，我怎么死了，这离心伤有这么高吗？没事，兄弟们，心态稳住稳住，一点小小的失利而已，而且就算这局我不 carry， 西施都能带我躺，一技能起手戳，大招刷出被动，戳奇迹光芒斩 A 一戳奇迹光芒斩，给我吸内，开玩笑，我说要躺你就真信了啊？可乐猛男什么时候还需要队友带躺了？呸，还不是，这次9分钟压高地的换成是我了，一技能起手牛魔招二，戳大招奇迹光芒斩，戳 A 一戳奇迹光芒斩，闪现射入防御塔，拿人头就跑，真刺激。10分钟，这次我直接侧面进场，牛魔被拉了，一技能起手戳大招补控，吸星 A 戳一技能戳奇迹光芒斩 A 直接干掉李信，最后丝血撤离，这就是猛男。13分钟，我们就直接压对面下路高地了，节奏非常的快，先帮守约推一下塔，一技能起手戳大闪，戳奇迹光芒斩，戳 A奇迹光芒斩，抬走火舞，戳大招奇迹光芒斩，戳一快点打快点打兄弟快点打，好的 nice， 直接一波干得漂亮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终于躺了一把，太舒服了。好了，表现分刷满了。可能有兄弟会说，可乐，你这局好像是躺赢的呀，这话我听着就不太舒服。躺赢一局怎么了？平时我可没少带队友躺，今天他们带我躺一局，也是很正常的嘛。再说了，银牌队抗路可不躺哦。快到月末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有很多兄弟们关心我这个月的国标能不能拿到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吧。看到了吗？截止到8月30号，我现在是国服在榜的夏洛特，全国第9，对吧？只要这两天我巅峰赛不出意外，那么9月1号国标就到手了。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时候我评论区肯定有这样的声音啊，可乐，你今天好短呀。这不是为了腾出点时间打国标吗？拜拜。